我是光光列车长们，1809年，也1809年那个6月2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建潭站，8:05反车时，看我向上的温泉风采薇亲子捷运列车，马吉猫，哇，超帅的啦！终于又遇到他了。阿爸以及这台台湾北投的汽车方形状行动图，你的捷运列车，台湾北投的 C 三八型高铁香港站的时间都在4:00了。然后下面一个马站，你们都在丢不到地方。各位乡亲，14次开往北投的西山八景公园，向公路公路的时间，你都在新的十六。谢谢各位，你好，拜拜。